各位早安，那想要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宣传一下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不要第一个都好。那我按照顺序来，嘎璇先。怎么变我先了？哎、欸，排第一个啊。那我改下名，我变最后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为什么不能从为什么不能从古雷那边来？不行，换从繁星先开始吗？我有什么好介绍的、啊？我也没有什么好介绍。好，跳过介绍环节，开始游戏。介绍环节，主揪介绍也可以啊。主揪介绍啊，主揪统一介绍交给他了。我先介绍吗？主揪介绍，来吧。都主揪找、那就让主揪来承担这一切。没错，是吗？然后请陈哥先出来吧。啊，早安，陈哥平常都是唱歌台，会自弹自唱，请大家多多去听他唱歌。他不是，我是游戏台。啊，好，我一直看不到提示，一直看不到提示。繁星的话，我记得最近都玩小弟娜还是什么？没有啊。还有光玉。没有啊，乱玩哎、欸，我没有固定的哎、欸。没事，就是、啊、就很无趣。好，开始游戏。我们跳过这环节吧，对吧？跳过吧，跳过吧，跳过吧。感觉那个环节多余了。没错。可以，都很熟了，不用了。没错，我以为会有想宣传一下，算了，没事。开始游戏。没什么宣传的，好懒。这群社牛团那边社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瑟瑟发抖。嗯，社恐，不会讲话。快手，哎，雪莉安安，棉棒们，我的棉被猫安安。哎，兔子糖，今天我遇到你耶，国喵安安，爸爸安安，小胖安安。嗯，请问房间是密码？我要开。哦，那密码什么？密码就你名字啊。OK。本名啊、哦，这么刺激啊、哦！可以设英文哦。什么？这么刺激啊、哦！他可以取吃的啊，中文、英文、数字都可以啊。是中文还是英文？中文。是什么呀？我怎么加入？密码就利诺两个字。我要怎么加入？等一下，就私密乱斗，然后输入利诺。好，输入了。嗯，输入利诺。我好像奇怪的游戏代码。我进去。按那个左边的粒子棒。哦，左边的粒子棒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答对，粒子棒按下去。完了，样样是新手， okay, okay. 是不是？不是我。玩他大概是两年前哦，对他有变过啦、UI 有变过，哦 UI 应该是水样第一次联动啊，差不多失忆了，嗯，对，嗯，哎，要针对谁吗？要玩针对吗？问就是古雷，一来就这么刺激吗？问就是针对主角，主角受伤是我。啊你邀我们的、啊對啊，你需要承担这一切。这个周末要调一，哈哈。亚尼，我是要来试我的吗？亚克尼安安，周末调一、啊，然后辛苦了。开观众场，那我们要玩，有没有要兑换？我，你们那边有没有要玩？没有，爸，没有，爸，哦，有一个进来，我关了。很乖哦 ，OK。对，因为太不要分散，所以就先关了，嗯、然后又跟他们讲这样。OK。
可以来了吗？可以哦，房间密码利诺。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房间密码是这个，不要问我。有人开的，问他。不要问我。林心早安。啊，没事。啊，被鬼抓了啊！古雷买恐鬼了没啊？没有，不可能。你都送你主播送东游戏了啊？恐鬼不买个？不玩个恐鬼吗？没钱。有啦。没钱，有本事你送我。你就给我接收，不能拒收。而且你要有打开来玩游戏，我要看到两个小时以上。我先放说你们两个、哦。那你还加我好了干嘛？还有两个位置。没有人就开了。没了吗？没了吗？就走了。开了，开了。假你打架，我就会理你吗？不会。没错，不会，不行。你打架，我不会理你。没可能。没错。啊，这怎么玩？我看一下谁来吃这个暴击。哇，他随机选的人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琛哥，抱歉。啊！啊！啊！你会被恶魔带走啊，利诺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刚开始就被带走。哎呀，干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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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我了。看一下，点名字可以换目标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我要随机揍人啊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子就不会说心结针对谁啊。对啊，才不会说针对，我没有针对，他是随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内建物哎、欸。没错没错，随机就都不要选人啊，给他预设打人、啊。不要选人，他怎么 OK？ 怎么？哦，你要针对人的话，就是点右边的啊，选你要打谁？我没有。又是陈哥，确定，确定真的没有针对、嗯，都有直播记录，都有直播记录，真的没有，等不了，没错，等不了一点，下一场你们可以先排下一场啊，你就可以开放让他们直接换了，嗯，全打，然后结果打中陈哥，对，厉害、yeah。乌鸦嘴，最好证明有预言家哦，是太夸张了吧？看是被系统针对了，真的哎，你被系统针对了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有空看个 DC 会，大忙哎，会不会下次陈哥就不理我联动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中没中没中，开头就拒绝，不要找我复仇好不好？说好不打脸。嗯嗯，爱茶的安安，莉莉安安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念啊 ？Y U L I A N 怎么念啊？哇，尤里娜吗？天吗？没了，水之神天，哇，闻到我，你就没了，你就真的嘎了，没事，来发机就陪我。给你一个机会，安安由命运来跟你决定，你想要用什么来？他也只能接受吧，他也只能接受啊，啊，我也只能接受。他有加十啊，这个不能怪我，我只想说，好兄弟，现在陪我了。好，随接，这是衰鬼二人组，不孤单。对啊，很早以前都是繁星先挂的、欸，为什么、嗯？我都在玩啊，都在闹啊。对，是按照我老板的运气，真的是被我大恶魔带走了。一月月安安，明奈安安，我看一下哈。哇，我麦克风拉到满了。嘿，啊嗨，怀个血。哎，换我了。哎，
下不见。打自己，哎、欸，打乱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玩。你活该！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活该！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先打谁了吧？没有，他乱选的哦，不是哦，这个不是针对哦。他乱选哦，这不是针对哦。但认识你很久了，第一次跟你玩啊。哦哦，一切都是命运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乱选的，不是针对哦。好会偷哎、欸！吃我一棒！哎呀！你好像剩下大恶魔还没出现呢。做错事了，你要去改走哦，老板。不不不，我相信我不会走。神姐，对啊。怎么还有这一把、啊？有有有，我都是一起攻击，不是哎、欸，一起攻很痛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扛不住哎、欸，要扛不住了，听天由命，那听天由命哎、欸，被乱弹了。用二折一吧，我还有一个，有有有有，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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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，爱你爱你。那就是刚刚那个运气不好，那不能怪我了，峰哥才怪你。药物过敏没说啊 ？No， 再偷再偷 ，No No 没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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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要买？它是一件上好的皮衣，你买不买？我只能买啊，我怎么办？对啊，你身为伊丽莎白得买的吧？对。有没有人想活命？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想活命？我有天国草，你们谁要活命？你吃一下吧，你很缺。我不觉得我不缺，你蛮缺的，给你吧。不要啦！你蛮缺的，给你吧。我曾经天国兵一回合直接死哎、欸。我相信你不会死的。相信。撑到99过你加油！我相信你不会死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怎么吃啊？好吃哈！不好吃，好吃哈！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你是恶魔！哦，我靠！啊，怎么就没了？你好猛哦！直接给他消掉。都没了，直接让他去世啊！哦，没，这神太烂了，太弱了。那叫什么？那个叫做敲神棒，敲一敲就没了，一敲就没了，没错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凶啊，好凶啊！有梦了，有梦最美。好的，我去做梦。神棍，你什么意思？给他死！哈！哈！哦，我看你举手了，哦哟，我看你举手了。举手了，最凶的出来了。
我可以眨眼，我还可以举手。还有什么忘记了？这个是可以举手哦，还可以咳嗽啊！哦，我还可以咳嗽。对啊。哇，我只要身体一点不舒服，我都可以造成伤害。真的耶。老师有问题，就能死了，有人死了。没错。我只要得个重感冒，我大家死一片了。等一下。哎，这个是啥？哎、欸，咳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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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咳嗽有毒，好危险哦，头痛。哦，换的白换了，哦，白换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所以我可以举手了吗？我放下，不能让你举手，你要放下。我忘了不能轻易换那个东东。哇，神之盾！不要思考，我思考了，思考，我思考了。我二十八怎么动的？我独自的思考。我对着大家思考。这是古雷的心跳吧？那么平。那么平，古雷的心跳，什么深刻心跳啊？No！ 哎，哇，我没了，太好运了！在想啊，你在想啊，加思考而已。你在想啊，你在想啊，我想一下怎么了？自己心跳有罪吗？哇！什么有罪？还偷啊！好偷啊！一直偷，一直偷。老换啊！感谢禁止九团，我的机器人没跑出来，可恶！你结束了、哦？你怎么那么早？我这有办法把梦驱散吗？可以啊，道具的话，啊、你要那个心之贝壳、哦，微笑贝壳就可以了吧？心之贝壳才可以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一般感冒是不行的。哦，好的。对对对，嘎嘎乱杀，吓到我，我以为你要杀我。就是，我真的就是点嘎嘎乱杀你。我想说，你真的嘎嘎乱杀，就真的嘎嘎乱杀了。补点血，谢谢。直接嘎嘎的来，一个一个都给我吧。哎、欸，思考下去了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没错，我思考下线了。对，他想死了。思考被恶魔拍死了。没错，讲了很久。就不该思考哦，这个东西就不该思考。这个东西我可以拉着繁星下去耶。你是魔鬼吧？我一直想驱散。繁星下去。这是越久越狠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也有天国兵之类的东西吧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天国兵，不是你想让他感冒是吗？你是要让我感冒是不是？你要让我破伤风哦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让你感冒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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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呢？我会是这样的人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会是啊？我希望你是啊，我不是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不是，来我们一起下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跟你一起下去，牵手一起下去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一起下去啦。地狱剪，你有病！你如果守住，我们就不用下去了啊！如果你没守住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去。啊，要下去了，去了啊！快了啊！真的去了耶！哦，去了。这才是我认识的繁星啊！这不是我，都是系统在搞，都是系统。被恶魔看上了。贝尔的靠，怎么大换大恶魔啦？感谢贝尔的四个月，你票拔完了没？哦哟，看烟火了没？我刚把东西看错哎！啊，我的妈耶！天哪，嘉轩包了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还包送下去？等一下，我买错！我卖错了，对不起，
但还是给你吧。我要没了，要没，要不要啪没了？嘎许要嘎了，等一下，我要嘎了。哇，主播没一个活着，剩观众要赢了吗？消耗，哎，什么？主播没有一个活下去，主播快没了。耶，下一季有公主抱诶，贝尔。那是季节先祖的动作。被骗了！哇哇，你被麻痹了！幻觉，直接一个消失。我有幻觉，救命啊！不要再偷了，再偷下去我要没东西了。他突然的东西都跟我看的东西不一样，我要哭了。投下去我要没了。这是可以用的意思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哦，这是真的。欸，你原本一开始没有那雾的样子，那就是你原本的啊。你是新抽到才会是那个。对，你要有雾的图案那才是。对对。哦，了解。25%耶。25%都中了，这个被雷劈了，中了，是天打雷劈了都，打雷劈，奇怪，凭什么？不要钱了，还有吗？冷静，好，没事。强迫购买，强迫购买，对。你是用生命在花钱吗？不要乱动作啊，小心恶魔制裁。好多这个哦。哦，太凶了吧！哇哇，哇哇，这个梦做的不错哎、欸！哇，直接去世！哇，再见！哇，对，被我生了我们哦！哇哇，你有起床气耶、欸！我刚看他是普，他是普攻的耶！哇，你们两个老说自己解决了，你有起床气，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个凶巴巴耶！这个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个东西。哇！厮杀，厮杀！太难了，不敢毒奶我自己，不要乱讲话。哇！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凶哎、欸。点错了，一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拿来用了？哎、欸，好浪费。没有，他不知道那个功能，欸、他两年没玩了，哦、是这样对这样新人。我知道啊，你刚那个升天功是要挂才用到的。对你死掉后变70%的30攻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，没有、啊、没事 ，OK， 不懂正常。好，他底下就说没关系，我现在的武器都是做梦的武器。搞不好还有一张在你口袋里面，知道而已。他真的有把镰刀，每个都是做梦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断弹啊！哎、欸，哦，赢了，没了，哇，去世，去世，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哦哦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点一起去世了，对呀、啊，真的哎，人了，刚刚是哪两个人兑换？兑换那两个可以去哪呀？噔噔，差点忘记要加入。爱丽丝，爱丽丝在吗？可能大家太和善，不敢乱砍。
我房号打上去了，就对，就我的名字。很好啊。打错的就谁？刚刚还没进来啊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好、哦，应该没人了。走了、哦。不过。我啊，这个好玩的。对，好玩。真的哎，天打雷劈啊！真的。我的金棒呢？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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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用这个喽。哇！一滴血。哇！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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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带着大家的钱去死了，各位三千块的钱。哇，你是有钱人呢，乐透。好哎，这个是包给他的白。没事没事，我愿意去死。见面礼，天打雷劈了，天打雷劈了，这钱好多。是是是是，你劈自己吧。带着大家的钱去死。哇！哇，反射！哇哇，来回传递反射，反射你的反射！哇，这么狠哦！反射你的反射，再反射！哇，怎么没打到他？他这么有钱，他导电哎、欸！他很导电，你为什么不劈他？谁那么凶？谁想导电我？手上都是钱，应该要很导电才对啊，都是金属、啊。再见！再见！啊，这个人哦。什么意思？你就这样没了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捐款跑了。有人跑路哎、欸！捐款哎、欸！捐款逃走，好贼哦！好过分！太贼了，太贼了！不行，不 OK， 不 OK， 不 OK！ 你看我怎么过分的、欸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过分的、欸。哎、欸欸欸！华妃恶魔劈掉了，又没了。哦，幸好幸好，哦，好险哦，我会隔。我靠，他直接自我了断，大家都觊觎我的钱，我只好自己去世。对，没人可以动我任何一毛钱。你谢老板哦，这些钱要跟我一起安葬，这么很好的。你没了命，但你有了钱，对啊、没错，好爽啊，对吧？赢了世界又如何？赢了世界又如何？哇，真的哎、欸，对吧？第一名有那么多钱吗？没有嘛。有啦，现在质量第二名哦、喔。因为我还有十块。看一下，下去。嘎比安安。嗯，我说下去，你是叫谁下去？公子我操！换我下去了！去！你下去啊？刚刚有谁叫我吗？啊啊！还想皮？还想对我出手啊？还想皮呀、啊？该皮要皮呀、啊！哇，这个人是搞针对的耶！我现在不针对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大场面。75%好高哦。然后有人就准备要把你搞下去。有钱又有血量，哇！没错，又有钱又有闲。你是真的又有钱又有闲的。哎、欸，我也有钱哎、欸，只是我没什么血、啊，我的血没有你多。把他弄死！
你就第二高人。把他弄死！哎、欸，这把剑是我刚自杀的哦。那个剑不是拿来自杀的吗？对，这是我拿来自杀的哦。喝水，好嘞。啊，白补血了。这是他拿来自杀的剑，你把他传承下去了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自杀？我就再给他钱。你没有钱，你不要下去。怎么要给我钱？没有、啊，他捐款了，你要捐什么？再给你两块，两口。谢谢嘎嘎的两口。不用，不会谢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没有问题的。被偷走了，好可惜。被偷走了，然后再补血。哦，这也太痛了吧！这个，呀，哇，不是啊，怎么错了你？错了你，还要偷走你的东西？古雷说下来，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了？冷静，冷静，我做鬼都偷你东西，真的哎，你做鬼都不放过我。有个来自地狱的声音，青蛙安安，真的哎，快点下来。我怕了，我怕了。下来陪我，快！没有没有，你别想，你别想，我一定会先送一个人下去陪你。这里看没有你送的手的、欸。我觉得你送你自己下来比较好了。好吧，你自己下来啦。浏览器刚刚当掉了。那个玩偶到底是什么啊？哪个玩偶？精灵玩偶，精灵玩偶啊！你可以不用消耗魔力啊，然后使用一个那个啊魔法奇迹啦。哦、oh. 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那个啊冰河旗秒用。可是好像精灵系列都是啦，都是不消耗，然后可以使用一个奇迹。海市懂了，懂了。对。那、啊、你可以不用一次耗，不能怪我了，这是随机的，这不是指定的，这是随机的哦，好痛，好痛，真随机，好不好？刚刚你在自杀吗？哦、走了吗、哦？我要走了吗？这也是随机的、啊，这是随机的，确实。无险真的好危险哦！我天啊，你在游走边缘。哦，希望奇迹再放完哦。懂了，懂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付出了伤害的代价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今天会有翻译层呢。翻译层哦，翻译层在另外一边。哦，在翻译层在捡垃圾了。翻译层在捡垃圾。哎，在开演唱会哈、哦。没错，没错，他在开演唱会，他在忙着巡回。哦。他还有两场要跑呢。好辛苦、哦。市长去忙了，不要吵他了。两场要跑。啊，这就是有钱的感觉吗？看着你们厮杀，你没有钱，你有钱了，可是你没办法用。没事啊，我在看。抱着钱在场外看着我们厮杀。对啊。No！ 我刚偷来的血。嗯、啊！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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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。不是啊！不能做坏事哎、欸，被劈没了。对，我被天打雷劈了。就说你会下来陪我吧。No no， 这恶魔真的好会，好难受啊！这恶魔，知道吗？最常玩这三，最常玩这游戏的时候就下去了。下来没了吗？太狠了吧！难受了 no。好，没事，我活了。啊！你死干了！那有比较好吗？你好像活了，好像没活。谢谢各位下去！哎哎哎哎哎哎，下去下去，都下去都下去，都下去！可以可以下去，好不好？死光光啊！一个躲过了、啊，这个、不起。下去！啊，是这两个在打了。用的血量差不多了 ，OK， 我的目的达到了。这很了不起耶，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对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行，
哦，这么凶吗？没有，我的武器。Gino 安安，就只有两个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样样赢了，哇！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出事，差一点就大家都死光光。看大家死光，我还是最赢的吧？傻眼，傻眼！还好不是大恶魔的制裁。谢谢你的命运神。我可以开，等一下。嗯。我看一下哦，有谁啊？帮我看一下有谁。棉花糖前的明月。哦喂，我擤个鼻涕去。哎呦，喂，满了，满了，开可加吗？换不了了，满人了，你要下一局哦，你可以先换。哇，快开！不是需要有记得关麦，那必须有记得关麦的吧？嗯，嗯，我看到小菊都来了，嗯。刺激！等一下，这是自选吗？嗯，我哪一次不是呢？哦，OK， 原来是，原来如此，早就锁定了目标。嗯。那是这么久，这几人直接试的吧？我跟你不熟，你好意思啊？直接切割。嗯，这真的很熟哎、欸。看你们俩打架也不错。哇，发烧了，发烧 了！哇，快再来一针送他下去。修起来，修起来。哇，这个也很可怕哎、欸！哇，暗云呢、欸？哇，看着被偷走了！哇，哇哇，直接送走哎、欸！哇，有人要送人走了！哇，应该有吧？啊、哦，有，这是随机的。哎，小石头，哇，他丢石头了。丢石头，他开始丢石头了，开始乱丢了，没错，无差别攻击。你知道会不会仙女散花？直接用撒石头。为什么我的系统一直瞄到他？系统自动针对，就是、了有对，系统自动针对。神下来吧，神！把神拿掉！刚丢我石头，下来！很气，下来！很气被丢石头！哎哎哎哎哎！我被绕回去了！哎哎哎！被打掉了！下来！你的火焰之斧没有用。他那只看起来胖胖的，没想到这么灵活啊！我怎么知道？他会闪躲哎、欸！哇，我有三个精灵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可以召唤黑暗大法师了？那真的哎、欸！我有杖，有脚，有娃娃，弹一下，嘎嘎乱弹，这是我。你真的没针对吗？乱弹，再弹，好弹，一直弹。哦，你们要自杀吗？哎、哦，哇、欸啊哦哦哦哦哦哦，好扯哦！
这么久打了七。哦，他想吸我的血啊！六血，我只给你吸两滴。对，他吸了我两滴血。他吸你三滴，他吸我两滴。Oh. 他有三滴啊，我刚刚守了一滴。然后又挡到哦。我有挡一滴，但只有一滴。也就那一滴。就那一滴。哦，八学生很可怕哦。走了，还有五 MP 哦。哟，我都快挂了，还有五 MP。五 MP 还是有用的吧？没有，想多了。我先治感冒一下，看个病。我先看医生啊。看一下医生，没事看医生。小猫的晚上好啊，小猫晚上好。等下，魔力换一滴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魔力换一滴，他想要干大事。有吧？我没有要干大事。从五变成六，哎，这个神，先把神打掉，神才是重点。我觉得有人很危险哦。啊。神啊，神比较伪，我不伪，我算是。他那个你都丢石头而已。你那个六滴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对啊，就六滴而已，就只是个六滴，你们也要针对我？你触发那个奇迹也只需要五滴而已啊！桃木剑，你要六滴干嘛？我没有，我六滴一滴看看而已啊，那我看看嘛。我看一下哦，算了，不要这个，我想一下哦。哇，这都是20块的，可以把它卖死。回个血好了。No， 朋友，好赚哦，好赚哦，赚哦，好赚哦。你觉得效果怎么那么多啊？这件事下完都没那么好哎。什么意思？你那效果好多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有没有吧？他拿大石头了，他拿大石头对吧？他搬起石头砸自己了，从小石头变大石头了。噔！哇！第一个走的，哇，丢石头的，哇，神拜拜了，带着手，现在针对那个六滴了，天，对我干嘛？那六滴我很为什么呗？哎呦，六滴是能有什么？又不是三十滴，你们三十滴在针对我，我都觉得 OK， 六滴而已，又有什么烟还是什么？三十滴他可能烧完了。六十是 AOE 的吧？三十滴的冰河洗了哎。30你们都有十滴耶，我只有六滴耶。可是你除了那个五的之外，你还想干嘛？你还有一个，你还有多一个，你想干嘛？我就只有这个而已呀、啊。你看你又没被打到，我绕过去。六，没有，看看。哎、欸，那洋洋干嘛？对，洋洋要被打两次，先躲一次，永远都躲不掉。陈哥，你就输了，注定要被揍，真的。系统不放过你，这也没有办法。你说，啊？怎么？我也是，我也有事啊。跟我一样衰，就是另类的天选之人。
大家一起下去。哇，这个人啊，升天啊，升天了，升天电梯，真是危险！要打谁？你不知道打谁，所以打陈哥吧。血最多的啊！啊，血最多，肯定是打过雷啊。OK，我怎么有人在针对我啊？没有，我说血最多，血最多，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血最多？哎呦，那我盘一下啊！盘心，还有，你在想，还是回到自己身上？兜兜转转 ，Oh my god！ 哎哎，哇，要没了，我走，先走一步了，看看哦，这吹吹，哇，剩下一群老熟人了。他怎么能选让我做梦啊？哎，我抽到了有人喜欢的东西了。命运什么？不是，很像金棒哦。不是，像什么？阿玛。我没有选你，他自己来了。不是，我想让你感冒。好吧，你想感冒一下？你想让我对你感冒是不是？不好啦，不好啦。原来是这种感冒。OK， 原来是这种感冒。Yeah!嗯，凭什么？可以，我是残血炸魔法师。我想一下，不到、哦，你怎么会让一个观众让他看不到？对吧？你好过分哦！他可以看台啊！好不容易可以跟我们一起玩，你还这样让他看不到。他可以看台啊，没关系。那个游戏体验。哦。他是真的随机的。25%，我们看一下。他的随机都搞得很不像随机。真的是25%，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就不能怪我。我只剩四回合可以活了。我觉得你每次打得到我啊。没事的，放心，你还能活下去的。我剩四回合了，100%了。我活不下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你要代替我活下去。我才想用命运神抽。25%，哎，25%，25%耶！好啦，嘎嘎，你喜不喜欢这个？差点我的鞭子，喜不喜欢？我最爱吗？你那个是古雷的最爱，你可以不要拿古雷的最爱给我吗？那是古雷的最爱。你又被抽了，干我的事啊！哎，明月安安，繁星扑下去，你还有三回合。你还剩三次机会可以活，送他们走。嗯，这个血量也是蛮悬殊的，不得不说。可以啦，对吧？繁星用三滴血打掉48滴血，可以的吧？啊、那这个给你了。走开，我这一回还你一把鞭子。我送你吧，剩一回合啦！剩一回合，最后的五回合了，你们强制续命嘞、欸，撑下来了，他撑下来了，嗯，那我很过分的，哇，这个太过分了吧！哇，太神了！这个繁星活下去，可以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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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我就不行了，这个我就肯定不行了。这么多血量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的血量。会不会毒奶啊？爱你的兄弟，不会，不可能，怎么能？哇！
太狠了，兄弟，你要这么狠哦？痛哎、欸！还送你十块，还送你十块，好啦，那对你的爱，我们让繁星活下去。干嘛啦？你有病哦、喔！天哪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让你活下去我要服毒了哦，我要服毒了哦不要不要不要哦，没有没有成功哎、欸、你看你有20回合可以活下去躲20回合不止吧，那肯定死哦，20回合再加5回合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，哇哇这个不错，一定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的吧？放歌我来了，哦，这个痛的，痛的了耶，痛的痛的，好香！我刚刚也希望繁星身上有这东西，又没了吗？你是我自杀吗？我也很想啊，好像要自杀了，魔法哦。哦，他有反击，他有反击，最后的波纹，最后的波纹呢、欸？最后的，要死一起死啊！死之前先送他一个底吧、啊。我来想想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真的是随机耶，这个非常快。繁星你是不是要打我了？这个是随机，这个真的是随机，这个真的是随机，我这真的是随机，我没有骗你，没有，不会的，繁星活下去的，会有天可以活下去的。那你每回合都还有5T可以让你活下去，你没得挡了吧？去睡觉，去睡觉，做梦。哎、欸。哎，吓死我！啊，臭神处，你好。啊，怎么在针对我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好奇怪哦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嘞？安特安安。还你一个、啊。可以的吧，可以的吧。人，这不，来继续，谁在做梦？做梦。好了，我不。哇，你还行，你要让每个人都做梦、哦？没有没有，你我不会，你我不会。我不按了，我不让你做梦了。你不想让我让你做梦？你做梦吧，你，我不让你做梦的。你做梦。那我到底是有梦还是要做还是不要做？介于做与不做之间，做与不做之间，对啊，他现在还很够、欸，他是很够让你做梦、欸，要这样就对了。你的游戏是几点开始啊？早上九点吗？这就对了，气氛对了，气氛对了。气氛对了，气氛对了，气氛对了，气氛对了。那个硬锤锤你一下，我挡一下、啊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我要没了，耶！锤啊！哇！看不清楚，他攻击的人是谁？我看不见，不见。什么？哇哇 哇！我的天、啊，太狠了！好狠！哇，好狠！反射了，所以把他打下去！哇，下去！被锁下去了，哦、再偷两个，又被偷！所以哇，偷懒，偷懒他！哇，你不想要繁星给你的梦了吗？繁星会让你做梦哎、欸，梦醒了。对呀、啊，梦醒了，梦醒之梦。会让你做梦哎、欸。啊，他醒了、哦，那我再随便点一个、哦。再开一个梦，你做那么多梦啊？我放技能啊，你刚给我二那个啊，嘎嘎群刚给我20魔力啊。
对啊，你看我都可以让他做梦。对啊，我给他那20就是啊，我要挂了，再见。哦，嘎嘎都是被恶魔鞭尸哎、欸，对我都是被恶魔鞭尸挂的。我的袜子，你的袜子、哦，你的袜子被偷走，还被打了一下。没错，他刚好亏，他刚把麦跟袜子拿走，你知道我就是要卖人的吗？你要卖谁？他把你的卖袜子啊，20块的袜子、欸，好吧，好贵。没有，我死也要有钱啊！怎么了？死要钱，死也要带走大家的钱。我死要钱，钱当成血量在赚的、欸。被打飞，对，被打飞。哇！哎、欸，一耶！一耶！一，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。你。拉死我！拉死我！拉死我！谁没有活下去？繁星，你没有活下去。至少你还是最有钱的。对，至少你还是最有钱的。哇，他把穷死哎、欸！他把你卖死哎、欸！哇哇，好坏哦！哇哦哦哦！哇，太狠了，对吧？没尊严的死，哎，是的，死的好没尊严。到十一点了，看你还要不要继续？不然就4个是最后了，这是最后一场了。那明月就不玩了。明年？没有明月啊明年？啊，他说什么？明月？哦、明月哦，我想明年不玩是谁？有个叫明月。哦哦，我知道啊。好，最后一局。对，最后一局的哦。好、哦，好欢乐哦！哇哇，大大大大！这个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对不起你，陈哥，我对不起你。道歉，开始祈祷。道歉，现在道歉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开局这么狠，太狠了吧！哇，还没有恶魔哇！马上就到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连续好几轮不是在中间就在后面啊？嗯，太难了。随机的，去吧。反正我刚才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忘记进去了。哎吓我死！你怎么先死了？还没开始就先死了。想说我这个技能要放在你身上了，好吧？哇，害我吧！对，这根本是害我！我操！曾经想救你，但不是拯救。你加莫德来找你了，他是想害你。我的爸！啊啊啊！没事，他还说要制裁，他被小恶魔制裁。哎，看好了！我刚刚瞄了一下，看好了，我在看，就是你的台在。赠送订阅哦，哇！啊，大放送，在我的，我在赠送，因为我刚被丢到了，我被狙到了，对，西猪又在丢，被狙住了，被狙击了，是习惯就好了。哦，西猪，感谢感谢。绕口令，对，绕绕绕。哦，还有精灵帽子。啊，我只能卖啊，不然我还得去我拍。
哦，真的假的？你那边是？哎呦，20块哎、欸！哦哦哦！哎，你怎么在我上面？我在你这样讲有点奇怪。我本来正想讲，但想一想不对，这有点怪怪的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好像我们是第几次你在我上面了？不知道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，第三次 了,、哦、第三次了是不是？那基本上除了第一把没有，后面好几把都有，都在上面。你怎么那么凶？那个是岩石碑在凶，不是我在凶。好了，我要打人哦。这个这一棒打下去可能30滴血哦，注意要不要防。我觉得你要自杀了。你防守的话，大恶魔会制裁你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不，我相信他不会的。来了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现在换我来制裁人了。哎呦，哇，你怎么都抽到那么凶的啊？好可怕，大恶魔。小恶魔，小恶魔，小恶魔，没有了，哈哈，我要开 PR 了，大家在路上呢，还在筛，血最多的，哇哇哇哇，这个大恶魔撞的撞错人了，他直接撞错人了，直接一个冲撞欸，真的哇，有人自杀了，哇哇哇哦哦哦，谁有啊，是谁啊，完了，繁星，你的上面要换人，要换一个。没事，我会，我会记得你的，我会把你上面那个干掉的。然后说没人可以取代你。好的。哇。我要把我上面的通通干掉，好凶。就每个人。今天你从第一个开始。有。第一个就是他。嗯你好像被干掉了，随机的，被干掉了，随机的，随机的，真随机的，随机的，这个也是随机的，嗯，都是命啊，一切都是命啊，像跟我熟的都先被打了、欸，游戏有毒，没错，我现在要，我等下要送人东西，可是我好像送不得。可能会被先送上去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相信你自己。好，我先升天，那我先去上厕所。好好，去吧，去吧，等我回来。这么和平哦，这局是这么和平呢？是因为我没进去吗？有可能。怎么会没有进来？琛哥有什么想法？自杀？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进来吗？因为有人抢我位置，所以我以为我进去了。哦，你以为你有进来，你没进来哦？你越抢到位，你越把位置抢走了、啊。我一直以为你有进来。
哎、欸，哇，升天宫哎、欸！啊，哎、欸，25%。等一下，升天宫，宁愿怎么会在活着的时候拿出升天宫？宁愿那个把公司自杀用的，要用的，跟我一样，想走了，他想炫富，真的我在炫富，是不是他有第二把？哦哇，那是真的富。错啊，说明他有第二把，他才跟这样玩。50%呢？比起世界海滨，50%。等一下哦，我闭个麦哦。等一下下。希望他还记得哦，对。国币，好的，我接受了。哎，利诺，等下来组合一下。我送你这个，那你再发一次苹果币如何？好好好。我刚刚闭个麦讲的话。嗯。你要再发一次苹果币吗？可是呢，要由你自己亲手。我自己亲手。对对对，我等下送你个东西，虽然有点贵。有点贵，好、嗯。可是我还有 HP 吗？我没有 MP 了，我等一下换一下。啊对啊，所以我就说不用，我来帮你。你帮我 ，OK。哦，我以为他先弄死你。怎么会？不是啊，你的生命掌握在利诺手上。哦我缺也要上天国草了，完了，那可能我帮不了你了。哇，完了，我要下去了，再见了，世界，带着我的天国币好好活下去。好，不能专杀主播，太狠了。下去，接受制裁。没了，登天了。GG，哇，又一个天空币！Oh my god，什么意思？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哇，发作了，发作，累得起。好狠啊，他是有钱人欸，他好有钱哦，他是有钱人欸，他等下会不会带大家一起下去啊？我们只能靠繁星了啊！要给我施展压力，繁星是我们这里的希望了，对，最后的希望。他真的就带着星走了。你现在场上唯一的主播，可以。叫他们三个通通去开台，叫他们三个给我去开台。好，你是主播唯一的希望啊！不行，没错，你是主播最唯一的希望。他装打主播哦，没有，他现在不会了，好恐怖哦！又送我一个，你可以活下去。等一下哦。那这样子，每个人都我暗暗的喽，被乌云笼罩。没错，这个会被劈的。哇，又送走一个！哇，繁星活下去！哇，繁星，你可以的，繁星，相信。相信你自己。可是这时候恶魔都会来搞欸。不会，相信你自己。会啦，说好。哦。你看。你看。你看。你中钱钱了耶。
我就说不应该换钱，不应该换的。哇哇，我跟是我妹，好狠哇！毒奶啊，什么毒奶？真的毒奶，这个辛苦了。这个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了，好吗？恶魔图刺，恶魔太会做效果了，真的哎、欸。每次找繁星来玩这游戏，他都会这样下去。没有吧？我都是对，是被恶魔眷顾的。还好吧？恶魔眷顾了，还好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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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除非你带着大家潜下去，要不然的话你都会招惹恶魔。所以我赶快先下去啊！要么自杀，要么招恶魔的。自杀流。OK。感谢。我也要今天各位来玩神剑。好，感谢。好喂，感谢。十一点了。嗯。十一点半了要。十一点半了，对不对？没想到一局会玩那么久。对，太好玩了。第一局打太久了，太和平了。真的哎。没办法。陌生啊。感谢参与，感谢参与。拉扯战哎。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你回来刚好结束了，我们刚好结束了，刚好吗？刚好吗？没错，我们最后的希望被恶魔制裁了。对，没错，谁赢都死。阿爷没有，我被羞辱了。刚刚是谁？棉花糖吗？棉花糖获胜了，繁星被送下去了，他被恶魔羞辱了，五个二十滴血被戳了四十滴走。对。一个中恶魔，两个小恶魔，哎，哇，太惨了！我只能说，这是我找繁星来的原因。屁啦！天堂病都救不了你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好啦，各位辛苦啦，好好休息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去问隔壁满了没？我想秀一个东西。主播还有位置吗？没按照那就记了，那我们记了，下一把。等一下，我想要去记了。主播还有位置吗？当然有啊。哦，有哎、欸。当然有。有事不是？我来了。关个麦，白痴哦。嗨，繁星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早安。然后这边设定东西要用咯。分享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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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必须重新更新英雄联盟。更新了啥？对，反正又不是 GGC， 随便更都不快啊。哎、欸，这一版的有谁好看呢、啊？看什么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 POE 也太爽了吧！我这火真的是烧到天荒地老哎、欸。哎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哎，我现在嘎嘎乱杀。哎，好羡慕哦。我是这边赶快玩一下瑞燕。这把有比 T 耶。我比较偏。使用者名称是要打哪个使用者名称啊？都的，什么意思？他一开始叫我登使用者名称啊，我记得之前没有打这个东西呢，是打信箱吗？然后你之前设的账号 ，Riot 账号，看你 Riot 设什么 ？Riot， 哎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啊 ，F 不是也要出那个吗？也要 POE 对不对？几天？两天？一天？通常都是隔一个礼拜啊。所以下礼拜玉兰跟蓝牙，你们是不是也要去玩 POE 了？不会啊，哦，只有、啊、他们哦，对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啊！等一下，我账号是什么？是中文吗？不是啊，啊白痴啊！我是用那个登录的啦。我就用那个登录回来。对啦，我是用那个啦，那个啦。那个，是那个。那你开到几点？好的，开到十二点。哦，上班了，辛苦了。没错，上班了。
还好，侥幸率很高。正火真的烧不动后面的怪了，你就可以换一下。好痛苦！哎，古雷乱说话，原款潜逃。是你没换塔还是什么？我有，我能。还是那技能太烂。他被大砍。哦，真的被砍烂。我今天想说，已经过了三四天，应该有正火攻略了吧？然后去爬文说，正火真的玩不下去了。都烧不死人了，好惨，很惨啊！我先把龙有龙的玩法，什么龙有龙的玩法？说正火嘛，好看的东西，是，不想玩阿卡丽。啊，好酸！打开音响。哎、欸，人家是索阿凯。这边会不会有金克斯？再来一个金克斯。多死炮！声音调到最大。声音调到最大。哎、欸，还是。好了，我不动了。我顺便调东西，不开音响了，不开音响。克里斯塔的跳算是跳跃吗？还是算是尾？这边觉得我们阵容太强了，打这样，水漾安安，刚刚玩的不错，水漾，就，哎谁？我们阵容瞬间安前人是水漾是不是？跟狗屎一样烂。主播早安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你肯定是要爱我一辈子的、啊，你在想什么？认识的哦，爱我一辈子。哇，这么顶的麻烦茄，来，这个是刚刚玩神界的水样。今天就准数最好啊，要这样。哎，现在要这样啊。有点卡，下哦。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没有设定，没有调，所以、哦、要爽没？要几次？要爽没？这个东东。美女会师，还有真的假尊都假都，我又不爱你 ，OK？ 打你啦！显得我好像不爱一样。我们这个阵容有料吗？我在后面丢丢东西，还不错啊，真的吗？我用最低阶造型，我们这个阵容看起来普通，但米拉毕竟烂的要死。乱讲，你拿差米拉十杀哎，好可爱的 UI， 对啊。所以我一直我拉克斯过了那么久没梳头，我在找机会可以开咯。没有头发，安妮安安，光头和尚，毕马西亚，一直找不到机会用这个 UI 啦，所以还要调，
因为啊，被送的，哎，开始调 UI。啊，为什么是这一只？我以为我玩一罗仪耶，你玩真的、啊？长得太像了吧？乱讲我你现在连敷衍我都懒，我没办法。那天小雨都开始凶我了，你知道他是那时候我们那一群里面最不会凶我的人吗？他现在都开始会说没有没有，现在谁都凶啊，已经没爱了。真的，那也没办法，毕竟我早上八个小时要在公司被摧残。怎么调？等一下、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蓝牙是冬天造型，但现在很热哎、欸，你不会热吗？很热啊！我这两天有你很热，还蛮冷的吧？我的妈！是啊，很热、欸，南部中南部超热的。这 UI， 应该是定电脑去调的。脑洞。那边来通话小。哎、欸，哦，有，哎、欸，完美、啊！碰到一只，好啊。哇！我才调好的位置，怎么又跑掉了？我操！要我先升一耶？妈，一的伤害那么低，还要我？啊！看好，望左右而言他，假装走这边，但是我 Q 下面。对不起，我没装。有古巴、哦。Q 一，好。小兵挡风光。绝对被小兵吃掉了，外挂。有人被勾了，有人被勾了。还要把推下来、欸。尴尬。Oh my god！ 把这 scroll。嗯。预判。搞啥、啊？别加了。嗯，可以。来，鬼之预判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没摸到，没中。我拉克斯好像很不准哎，我应该不是地马西亚人。地马西亚不是用脚按技能都会中吗？啊，完美来。不是，我刚切画面呐、啊，然后意外这个跑掉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可能没死啊？我应该丢，你没有到，跑不到。
没事，我来。哎呀，我不要，我还年轻。哎呀哎呀，还好我有一手徐波，还有繁星的大救，不然我已经死在咆哮深渊了。勇士不能超生，你就不能杀 POE 了。你的。救我！嘿嘿嘿，干他！有没干？莱昂好强哦！干就干，干他！莱昂怎么那会 QW 啊？串烧高丽菜！喂！游戏安安，我的哦吼，有内哼，乖乖哎、欸，这上米拉 S 的不敢上，怎么啦？大家知道他怎么玩上米拉、啊？完了。等一下，哦，对吼，你要吃泡菜。这么辣、啊？嗯、我分类。哎，我死掉后再改分类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当神在神界啊。有人在里面啊，什么啦？住宿改分类啊，算了。明白，哇，一滴，哎，回来，哇，我没有看到大，没事，不要担心害怕，嘿嘿，转到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听到了，哎呀，手嗨呀、啊，硬要点的强迫症呢、欸，好惨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现在是职业选手吗？哎、欸，走位，靠腰，怎么那么大、啊？哎呀，不行了，一定要交，一定要交了。可能我碰大了，好痛。我靠呗！哇哦！哎呀！该给小我，哎、欸，跳了啊！对不起，有吧！哦有、哎、有，没有了。哎呦，给护盾有战术功。哎呦，没帮到我，那只鸟飞太慢了。哎呀，
没魔了。嗯，这不是该。我操！走走走走走！你这样带的是吉林的炸弹吗？不是的话，我可是不吃的哦。哦，干核弹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挡不住啊！另一个补包，各位怎么看？来啊，来一起炸啊！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啊，我没丢啊，丢啊！尴尬。哦哦，走位哦哦，有呢。这次的大姐真的好快哦！哇，我以为他会，哇，往边走。我 W 范围没算好。我去死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改好分类啦！哈哈，哇！哎，砸他，砸他，砸他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爱生恨，有爱生恨。世界上最深刻的爱就是恨了。对，黑粉才是真爱粉。哎呀！我操！白痴角色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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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竟然伤害哥屋内哇！没有算好，怎么短？可恶！哇，那个盾好厚、哦！欸、好，我等下要出破盾了。哇操！雷文怎么这么强？我的雷文又不是这样啊，奇怪了。我的雷文怎么那么顶啊？真不愧是我们玉党哎、欸。
啊，他怎么死了？刘璋，刘璋。还烂吗？还烂吗？抓炮车，抓到我的那个。哦，他走这个走位好恶。嗯，哦哇哦。他跑好快！哇！起飞！中了中了！还有哎、欸，我操！鬼！完了完了，我想帮你打那个 Q 的。哇！哎呦！哇！哎呦！怎么啦？上面在搞毛哦？顶改呀、啊！记了。真的急了，大急特急，急到你妈都认不出来了。你确定你保得起来吗？螃蟹的惊吓真的有够恼的。哎呦！可以，我的。抱歉，我往回往，我只想往回走。没事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没事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哈，你要啊？来不及了。他赫斯 Q 真的好恶心，啊没中，差两层，可以杀人杀，差两层，差两层，哇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要满了，我要满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哎，哎呦哎呦，怎么？啊恶心别人，好像可以修了。对，感谢感谢，我刚好 UI 设定完，感谢，太棒了吧？啊，狗狗太棒了吧？真的太棒了，一来就赢了，太棒了，赢了就可以修了。对，刚好快12点了，我们赢不起。那下礼拜小弟弟我就不吵两位了，让你们快乐 POE 啊？对，哦，他们两个，你们要玩再找小弟弟我就好了，也是可以玩啊。对呀，也是可以玩，你们找，因为 POE 前面的地图我很痛苦，对啊，剧情我很痛苦，我都会打到睡着。那拜拜，好，你们也要来睡觉了，拜拜，我要去睡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 ，UI 设定完了。
这个是因为画太多图，然后又教人家画画得到的礼物。好了，叔叔好久不见，感谢叔叔六个月订阅。哎呀，难道我只会玩海鲜饺吗？没错，我辅助跟坦克而已，叔叔不爱玩了。番茄我来了，看一下哦，这款游戏叫啥？喂吧，安妮，刚刚珍娜有看我表现吗？安妮，我刚刚我刚珍娜的表现没有50分，也有60分吧。VPN 陪我没有吧？安妮不是喜欢比较，安妮不是比较喜欢玩激斗峡谷吗？而且不是我不爱玩 LOL 啦，是真的，我真的要去用那个心跳的手表还是什么的吧？你们就知道，我只要打那种竞技类游戏，我的心跳。真的是飙得很高很高很高，想看我喘吗？也会爆屏。对啊，我记得安妮是说他就算宰了什么都会爆屏吧。明天宝可梦是几点？好像有点卡啊。对，这款游戏不能开皮，我先把皮关掉吗？算了，应该还好。阿奇通常都8点不是吗？可是上次有9点的欸，上次有一次是到9点。嫉妒竞技游戏让你脸红心跳，欸，打得很痛苦欸，打个20分的积分模式，我仿佛已经重训了2小时的那种欸。然后分类没有打一场而已啦，一场我就关台了。哎，我们去猫车群吧，顺便等一下晚点我们还要弄东西不是吗？Hello， 那个我已经想好怎么弄了，蛮简单的。你想好了哦？我谁？那等一下找安妮一起来研究。他后面不用研究啊。不，我需要。不过等一下就差不多睡了吧。对啊，可是那个不是要开一个账号吗？因为那个换过去你的点数不是会不见，所以要开一个小号。没有啊，不用哦。如果怕的话，就再开一个账号也行。是怕点数会不见啊。等一下再开一个账号，然后跳去香港，然后明天再帮你处理，就这样，很简单的。明天再处理哦。哦，明天才可以帮你用啊，所以还是要先开个小账嘛。啊，小账那个账号怎么绑啊 ？Email？ 对，对啊。你有 email 吗？你说多的吗？对啊。哇，应该用 Gmail 的吧？走下路。什么？有点忘了。屁呀、啊！你给我想起来了，不要绑架我。对，走错了。哎，安妮。嗨，快点！你有没有买啊？番茄那款游戏先别说，你有没有买啊？才48块，番茄买了啦，我们一起拓港币48。对，这里哦，好像是8折。可以啊，不过这样我也要再用一个小号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能实定送？不 ，NS 送 NS 啊？可恶！你们竟然都没有港服的账号？没有，因为当时我原本没有要那个啊，我之前都是买实体包啊。然后所以番茄，你的崛起是实体版的？没有，我的崛起是日版买的，那个时候港服就买了。可是日版的崛起没有中文呢？有啊？没有呢？
哇，他是更新了 Sandbrick 之后才加了中文。我最开始也是买了日版的，然后赶快退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记得崛起我是，哎呦呦，我绝对是买那个日版的。然后、哦、那我就是英版的没有中文。对，你英版是没有中文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我就直接进去玩，所以确定它有中文。你 demo 的时候是不是？嗯。有个是 demo 的时候发现没中，不是 demo 啊，那个正式版的时候 demo 我没有去测试，就赶快切了港服的账号。嗯，我刚刚下载好了，忍不住进去捏了个角色，好丑哦，之前的猎人。他不是就是像素猎人了吗？不是像素啦，对吧、啊？而且不是听说那一代比较难打吗？魔物比较凶。可能因为猎人的动作比较僵吧，你说因为喝水会有个动作。我跟番茄说啊，你说这一带很多魔物进来、欸、来啦，那这款你觉得怎样？那你要不要进来啊？进来什么啊？他有买吗？我要进去哪里？那你要不要进来玩这款？想说你要进来啊？他买的哦。你要玩吗？你可以等东特，我觉得。还有东特哦，对。对啊，东特啊。最近没什么事。我讲韩特啊，还有韩特。韩特。不知道，你他在绑架我？你怎么知道？还好我找了你过来。其实有捷径啊，但我忘记捷径在哪里。哎，还是我们做萤火了，回到来去2025，就跟那时候萨尔达一样，做篝火，然后直接跳到2025年，对，消磨时间到2025。那你这把枪什么啊？跟你那把好像什么挖沟一样，在迷宫拿到的。哦。这把魔方枪是打完的时候拿到的那把，打那个方块啊？什么？哦、那方块我打好久，那方块会压死。对啊，到时候叫小迪自己去打，我们不要帮他。小迪带我，那小迪应该也只是享受乐趣而已，没有他这样收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真的想收集，应该是收集那个啊，近战那一只吧。可是魔方块是一定要打的啦。你不打你过关不了、啊、哦，你就叫他是最终，刚刚他最终王是吗？我们啊，是假的，不是吧？是啊，我是打完魔那个方块之后，然后到一个地方跟那个失踪人讲话啊，到了，就这，真的哦，确定哦？嗯，就这个洞跳下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洞？因为我在这边死掉两三次，在哪里？看下去，正前方，看到了吗？他要秒杀！哇！我直接被劈死哦！哇！扯吧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水的关系啦，因为他怕的是电属性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开始先离开水面这样子。啊，把皮关掉好了，影响我操作。没子弹。哦，算了，各位，我回来了。
没有，我们说寒假特卖，寒特。你很勇哎、欸。没办法，这边真的太窄了。我知道啊，那换个，那换个武器用一下。那、啊、这边记录点这么远哦、喔？有捷径。你？靠，真的我要找一下。我刚其实我走过捷径，我怎么都忘记了呢？一对，来，感觉是这耶，不可以耽误安妮的时间，快点。好，我们尽快。哇，这张图好像，这张图好像是这一关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张了。你们不是要明天才用港服的账号？啊，账号他说可以先用。啊，游戏的话晚点买。我没误会他的意思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没有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其实很多游戏都港服比较便宜，不过可能因为、啊、可能现在日币跌的比较严重，嗯，就不一定。长枪子弹，哪里？这里。这里。我现在才发现这款游戏有滑铲。有啊，现在你知道哎、欸，因为只有小蒂娜吗？对啊，我也只有小蒂娜。进去马上往左边走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会电人。没落点。哦，哎，不行啊、哦！有，完了完了。哎、欸，你也是死吗？我死，没有啊。我复很快。你快跑！你快跑！这真的很，真的很难闪耶，这么窄的地方。这可不妙！啊，补你补到我死掉、哦！你，好，你死了。我死了，我死透了。你要换狗啦？哦，你不是带狗、啊？我是用那个炼金。还有一发。你说一发他要死是不是？加油！我说还有一发电。不行，真的太窄了，你打吗？换狗狗，换狗狗。换个技能好了。哎，好了。这里。哎、欸，狗是第几招会救人啊？这我不知道哎，它是无辜就会救我。我是用嘲讽那一招，它还是会救我。啊？哦，好吧。它应该是特长吧？它很长。嗯，它很长。你看它身形很长。还好吧。直接走不用打啦。他会跳下来吧？那就。帮我补子弹而已啊！时间暂停对这只网没有用啊，不然会更好打、啊。我时间暂停，什么听来瑟瑟的东西？嗯，我有招时间暂停的。我好矮。
后面还有只小王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躲开，尔南。啊！哎，复活！没想到后面还有一只哎。我滚了，我明明就滚了，太早了吧？算哦。狗狗先帮我嘲讽一下，狗狗叫，狗狗叫你裁缝，没叫你走回来啊？试试看，是干嘛？时间暂停，你但没有用。弱点在哪里呀、啊？狗狗，你要死了，狗狗！他没有弱点。你快一点，不要吃，不要吃！来不及了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们要你跑你跑你跑你你你的狗为什么狗不能救我？可以卡他吗？我可以卡他吗？是是是，我可以卡他。我死。乐福安安，救不了我哈，叫你不要吃了。哎，自杀。哎，至少拿到一个了，想不到是什么东西。好，秒关台。好，剩下明天再看了。好，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待会要去忙东西了，我也很久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大家，明天早上见，明天宝可梦 DLC， 大家应该很早睡啦，今天睡很少啊。我不要，不行，不要，要，只能说要。好，快点说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谁？好、啊，小葵晚安，没了。安妮晚安，夜月晚安，智智晚安。哦，谁？看看哦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李光啊，李光晚安，露诺晚安，黄光晚安，黛玉晚安，黛玉晚安。哎、欸，黛玉，新赛季，拜拜拜拜。下个季节开始，我们先去解贝贝抱抱吧，公主抱。好啦，关台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阿碧晚安。